三、二、一。我现在刚到那个奥斯陆，然后学生证买票的话可以办一下。现在到奥斯陆的市中心，挪威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干净。间，嗯，这是第二个卧室，门去，这样就可以关。开一下灯，感觉和照片挺像的。晚上，哇哦，挺好的。啊，晚上有微波炉，微波炉都有，什么都好，微波炉都。只是没有风景。它是这样的，然后给你一个卡片，上面那个进门的和门锁。我个人感觉挪威是很先进的，就是都自助入住，然后给你一个密码就可以进门，然后存行李也是靠密码自己去存。那个床全是这种两张铺起来的。现在差不多天已经黑了，快走超市。我们现在来到一家小红书推荐的那个当地的一个饭店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叫什么
Fish Market， 然后都是本地人在这里，有很多人就我们后面走的时候没看到中国人，而且我感觉在奥斯陆这个城市也没啥中国人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是淡季，然后这里 LV 那些关的好早，我刚看了一下6点就关，能上菜，我们还在拍照，水都没到，出来。OK， 我要录一个吃的。这个是海鲜汤，然后这是一个海鲜拼盘，方便了。他们这据说最好喝的就。怎么是羊？羊肉饼吗？没事。好。我现在准备去看看他们LV有什么款，然后。它显示6点关门，然后现在快6点了，所以说去看一下。这当地商店，在南方装的，举着手机。我们刚去了 LV， 但是很堵。我现在来巴黎世家。这里真的是还是蛮多牌子的吧？如果你退税，真的会很便宜。包括华伦街，嗯。这水桶。看到这里还蛮多牌子的，然后我觉得我之后我明天应该回家来逛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要去那个哪，就街上蛮少人的。还挺好看的，他们这晚上，感觉好艺术，是真的好冷。现在去看看晚上的码头，我觉得在这里购物的话真的是很便宜，它的原价相当于国内没有免税的价格，然后你还可以乘上汇率再退16%的税，如果你买的越多它退的税点越高。对面亮灯的就是歌剧院，然后这是晚上的码头。Oh my god，现在是晚上6点，但是街头居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这是一张超大的船。我同学正在找那个可以玩的景点。好冷，感觉衣服已经结冰，我里面真的穿超多件。这是一个码头，然后它就在那个Oslo Central Station 的旁边。这里本来应该记录它很闪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相机录出来没有那么闪。因为室外太冷，加之也没有可以逛的景点了，我们准备回酒店啦。但是沿途又路过一个本地的商场，然后还没有关门，我们就准备进去看看。我们来逛挪威的水果店，多少钱？这个挺好的，感觉它的水果大概是伦敦的1.5倍价格，然后可乐好像是30多一瓶，30多人民币。有没有想去吃的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这个。Day two。第二天我就逛逛街，然后想飞贝尔本，感觉他们好像今年去自行，然后这个去那个自行里面，是说这个。
现在是早上10点，然后这算得上他们的市中心了。现在准备去 LV。LV 真的一定要一开门就来排队，这样才会买到好看的款。逛完街，然后去歌剧院看看，下午的飞机飞贝尔根。现在已经在歌剧院前了。这是炸鳕鱼，烤鳕鱼。我现在在71准备买点这个汤，因为我在美国买过这个，很好吃。上面是巧克力豆，真是。早上好，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峡谷之类的，要玩一天。明天加入的会议，我要睡一下。哦，我刚比较出感觉什么的，就10多分钟化了个妆。街上都没有人，现在7:37，可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冷。这一天的风景真的很美，很震撼，你们一定要看下去哦。但是因为我的剪辑软件只能导出15分钟，所以我只好把它放在下一集啦。Are you ready for this?